清嘉庆粉彩花卉纹壁瓶，壁瓶是将瓶尊等器物缩小制作，取其一半，背部扁平有孔，可悬挂于柱子或墙壁上，故称壁瓶。古人常将壁瓶挂于床边，四时插花，人花相伴芬芳满床。此瓶瓶底书金彩嘉庆年制篆书款。接下来，请继续欣赏这件器物的细部特征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及时欣赏到我每天发布的精美古董。您喜欢什么样的古董？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。谢谢。